咁佢要介紹。好，咁都係啊，咁我哋咧行到呢度之後咧，我都講咗一程啦。之後咧，另外一程咧，我哋就要留翻啲時間俾我哋個蘇州阿蓉蓉啊，記得講俾你哋聽點樣叫阿蓉蓉。見到個靚女，通常啊，你係蘇州見到靚女，你就叫佢乜嘢咧？成句説話咁樣講嘅，你話。哎呦，这个女女漂是漂亮的啦！哇，长得长，未嫁人嘅，你哋叫女咯，我哋叫女女。女女啊，得啦呢，得啦。每一次我哋苏州人，比如话你同人打招呼，你话你系，咁之后咧，唔好你系啊，唔好你系，你系。咁啊之后人哋问你 OK 啊，苏州人 OK 嘅，系。好气，头发咁样，好气哦，非常之好啦，好气啊，好得啦，死得啦，讲得人只有一句先有得啦嘅，叫死得啦，啊，但系你可以记得嘅，因为有个得啦，得啦系咩意思？苏州话叫非常非常点样，无论你讲到乜嘢，好咩啊，好咩啊，啊好鬼肚饿啊，啊嗰个好靓女啊，咁啊好乜嘢就系非常非常点样就叫得啦。漂亮的了，真系漂亮啊，系咪？咁啊呢个咧唔算好靓女嘅，真正好靓女仲加多四个字叫忽不咧舍。我上次有个团友，有个朋友问我，佢话系咪忽不咧舍啊？我唔系，佢话你系咪用英文闹紧我？我咩意思啊？佢话 F 打头嘅，咁啊呢个咩意思？呢个叫不得了啦。啊、我都知道很難過，因為我表哥和我姨媽呢第一次下來中國那時候十幾年前，我表哥那時還未娶老婆，我說學識這句呢你就可以娶到很漂亮的蘇州妹了，誰知道她跟我說，她等我說完她走了、啊、我相信都是你們如果不懂這個方言的話，你都會覺得很難學，所以阿青教你見到靚女普通叫她阿蓉，阿蓉是靚的，賞心悦目的，好的。如果你見到個超級無敵靚爆的，你見到她不單止流口水，你還噴鼻血的，你叫她阿蓉蓉，阿蓉蓉，不要叫阿蓉阿蓉，阿蓉阿蓉是腰骨痛。你見到我叫我乜嘢啊？阿蓉阿蓉呀！唔好叫阿雅阿雅啊！阿雅係豬扒，阿雅雅就反正肥嘅難睇嘅醜樣嘅就阿雅咁樣，打爛嘢都阿雅嚇。係啦，如果你對住個靚女嘅阿雅雅咧，後果請自負啊！咁啊，我哋而家有請我哋嘅阿蓉蓉為各位唱蘇州評彈，你要做啲乜嘢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啊，醒目啊，醒目啊，多謝曬係。好，首先呢，欢迎各位贵宾来到苏州。先为各位带来一首唐代诗人张继所写的一首诗《枫桥夜泊》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张风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齐齐上。
其实我们苏州平潭当中